除胶剂的用途及使用方法。除胶剂能除去有机胶、玻璃胶、双面胶、不干胶、吸塑胶、软胶、丙烯酸树脂胶、环氧树脂胶、聚氨酯胶等。产品消耗少，脱胶快。在工业生产中使用了胶质，并且有除胶需求的行业都可以使用除胶剂。目前使用除胶剂较多的行业有金属加工业、玻璃加工业、电子行业、塑料加工业等。使用除胶剂可采用浸泡法和擦拭法进行除胶，浸泡十分钟到三小时后取出工件，再用棉布或软毛刷将粘胶玻璃擦除即可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产品有挥发性，要用塑料桶盛装，浸泡时盖好盖子。除胶剂有腐蚀性，要带劳保用品进行操作，如不慎沾到皮肤上，立即用水冲洗。